很好，即刻攻打本今天便可助你突围。那西家大小姐不是谁都瞧不起？北域和虚天城夺取紫金体。在下云殿弟子罗生。傲得很吗？怎么突然就比武招亲了？我不嫁他。今日也只有希望借贵城的跨域传送阵回东域。爷爷，妻儿完婚，要么两个选择，要么和你死。